去某地用 go 还是 go to， 一个口诀搞定。go 后面加副词 ，go to 后面加名词。我们来看几个题：去学校，学校是名词，用 go to。go to school。去动物园，动物园也是名词，用 go to。go to the zoo。去那里，那里是个副词，用 go。go there。去楼上，楼上也是副词，用 go。go upstairs。那回家到底是用 go 还是 go to 呢？家在这里是个副词，所以用 go， go home。那什么时候可以用 go to 呢？当你要表达去你的家，去我的家，就可以用 go to， go to my home， go to your home。那这个地方前面多了你的、我的，这个 home 就变成了一个名词。你学会了吗？